警方持破坏器材，一声令下，破门冲进民宅。好了，警方攻坚，屋内的人全措手不及，吓得趴在地上。好了，地上还有不少玩偶，原来屋内还有小孩子。小姐这边，坐这边。小孩子这边好。警方接获线报，指导桃园这户民宅附近民众说，常常听到18楼传来巨响，原来林姓祖先经常在后阳台试枪，住户相当惊恐，连续向管委会检举。这些歹徒有在该社区试枪，那左右邻居吓得要死。都是向管委会来反映。林姓男子是竹联帮信堂干部，平日早就作风嚣张，除了在桃园住家随意开枪外，在中坜还有一个据点藏毒品超过10年，就像小型军火库。这些成员的住所以及据点、膛头进行扫荡，在霹雳人员的攻坚之下，总共查获改造长短枪、钢笔枪以及瓦斯枪等，总共有6支。 非法持有枪支，还嚣张在住家试枪，但在据点内藏头时，早就暴露身份，以为自己势力很大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终究还是被警方一网打尽。三立新闻张德生、王彦婷台北报道。